是你干的，怪不得我从来没有得罪过任何人。这种事情，也只有你干得出来。知道就好，马上跟俘虏离婚。如果不答应我，我会让这些照片传遍全城。就因为这个，我就要离婚？这可是邓局长。 你的初恋情人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一件事我忘告诉你了，我已经怀了俘虏的孩子了。所以你不仅要跟他离婚，你还要再给我20万。怀了俘虏的孩子？他没跟你说吗？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呢？是我不要脸还是你不要脸？人家俘虏已经不爱你了。 你死缠烂打有什么用？哼，再说了，他如果不过来找我，我怎么怀他的孩子？咱们明天把婚离了吧。你同意了？不能让李俏肚子里的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父亲。对不起，季阿姨，英子。这件事儿，先不要告诉妈跟孩子们。我想找个合适的机会再跟他们说。 英子，对不起，气啊！现在说这个没必要了吧？你跟李俏啊，要好好过日子。她那么爱你，又怀着你的孩子，你可别辜负了她。这以后让你一个人带着孩子，你更辛苦了。我是怕吃苦的人吧。 奶奶常说，人生痛苦，谁都逃不掉。再说了，人这一辈子就是含辛茹苦的一辈子。那个，我妈就暂时先住你那儿，等我和李俏结了婚，房子弄好了就接她过来。福禄，我们就算离了婚，你妈也是梅梅他们的奶奶，我该照顾她。 行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哎，我开车送你回公司吧，反正也顺路。也行。接个电话。喂，啥事儿啊？你别着急，慢点说。 这真的假的？喂，喂，福禄，怎么了？出事儿了。出什么事儿了？快说呀！公司
出大事了。周英，你给我闭嘴。同志，请把你们公司的财务会计报表、债务列表拿出来给我。行，马上我去拿啊。钥匙给我。凭什么给他们呀？八方达运输公司因为资不抵债，已经向法院申请宣告破产，由人民法院依照国家法律规定，组织股东、有关机关以及个人专业人士成立清算组，对公司进行破产清算，请你们配合。请问你是什么人？我是货运公司的主任，会计兼出纳。会计和出纳是同一个人的话，那是违法的，你知道吗？快把钥匙拿出来。拿出来，快。稍等啊，慢慢来。都在这儿。你看这儿。李翘，公司这一段时间的进账怎么都没有了？是不是你挪走了？我没有。福禄，你可以给我证明啊，我真的没有，我怎么可能拿你的钱呢？行了，办证明事呢，你先别闹了啊。这几本账本和报表我先拿回去了，请公司的法人在这签个字。哎，我是啊，这儿是吧？对。改，那我们就先回去了。清算出来，我会和你们联系。哎，谢谢啊，同志。先给我送一下，慢走啊，谢谢啊。李翘，现在公司出了这么大事儿，请你也配合一下。那笔钱到底去哪儿了？是不是被你转走了？你们今天不是去离婚了吗？离了吗？离了，我们今天离婚了。哼，离了，那这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就算挪款，那也是挪福禄的钱呀，你着什么急呀？我告诉你，我才不愿意管这事儿呢，还不是因为你肚子里怀了福禄的孩子，为了这个孩子以后着想，我当然得查清楚这笔钱去哪儿了。哼，谁怀了他的孩子呀？怀他的孩子，我傻呀？哎，瞧你们家这一个个的啊，是不是全都傻呀？哼！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我再说一遍，我没有怀你的孩子。最开始啊，我以为我怀上了，可谁知道我搞错了。对不起啊。让你们白忙活一场，骗子！你骗子！你打我？你凭什么打我？你以为你自己是谁啊？我能看上你？你也不撒泡尿你自己照的，你什么德行？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你打我是吧？啊！我报警！我告诉你！我要告你！我要告你！福禄，你让他打，他想恶人先告状。我倒想看看警察来了之后他怎么说。让警察来查一查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耍小什么花招？来，你不打是吧？我报警。行啊，你们等着，你们给我等着。我是傻呀，我笨呐，我是真他妈的糊涂啊！我也是。我对不起你，福禄，你振作一点。赶紧把那两个司机的事处理了啊！
我知道了，我马上回公司。公司出了点事儿，我得赶紧回去。福禄，你下来一趟。走啊！